裁判戴一哥吹响了全场比赛开始的哨音。腾讯体育为您带来的2023赛季中超联赛的比赛直播。哎呦，这边失误了，禁区里边，巴尔加斯抢断，巴尔加斯有机会，右脚扫门前，脚跟，后点没人包抄。对，后门柱这个位置啊，乌磊去要回切球了，但是右边徐昕并没有完全顶上来。嗯，刘云军右脚再传起来，中路吴磊蹭了一下后点，左脚的凌空射门，球打了一个反弹，被门将拿到。禁区里边没人跟进，还有抢断了，平车转身打门了。哎呀，这个球想打门将个措手不及，但是球打飞了，不是特别匹配啊。米浩伦这不好听啊。奥斯卡开起来前点蹭了一下，到不了前点。好球，配合打得不错，奥斯卡再搓起来，后点有机会投球。了，蒋光泰把球补进，1-0，24分钟。这次角球战的防守，深圳队还是丢球了。刚才好像就是在这个角球放手之前，镜头扫到深圳队替补席，像助理教练刘建业，包括郑达伦一些队员，好像都赶掉，比较紧张。深圳队马上进攻，阿信鹏胸停到禁区里边有机会，右脚的逆足打门，门将扑出来跟进。门是空的，再射，哇，来自夏扎提的射门。16岁的夏扎提险些连续两场中超进球啊。这个球被严俊凌拿掉，打得太正了。原点有队友阿信鹏看到了，也转得差不多。米浩伦停，右脚射门，哎呀，这一下停球过王申超非常漂亮。哎呦，在平克的压力之下，董春雨球也没有开好，但是球没出界，吴磊拿下来，吴磊右脚传中打门，哎呀，平哥这个球没够着，够着的话进角是空的，差之毫厘。但是俩人这件可算在传榜上有默契了。嗯，啊，想的是一件事，是吴磊传的也是前点，平哥抢的也是前点。吕文君，吕文君外围尝试一脚远射，打在横梁上。哇，这一下射门确实漂亮，这下有点坎塞洛的风采啊，突然起脚。嗯，还是密集防守，密集防守，反正你退太深，现在就看见一个人在里边包，就一个点。阿金木鹏往回打，外围，好球，姜志鹏多脚的射门，球打偏了。张元带球向前，好球，速塞，阿金木鹏来了，速度，阿金木鹏里边放铲，这个吃牌了，这个有可能是红牌的，果然直红。哎，阿金木鹏这就没必要，其实裁判已经给牌了，嗯，对吧？你再去跟他说也没什么太大意义，他可能觉得这个蒋光泰这个动作是有伤害性的。头球蹭了一下，胸停，再给蔡伟康，再传巴尔加斯，巴尔加斯来了，吴磊再挑，巴尔加斯头球后蹭，平科倚住人转身到禁区里边打门，2-0，56分钟，平科收获了首个海港的进球。这个球海港刚刚被罚下去一个，深圳多打一人，禁区里边平科靠个人能力转身右脚爆射打远点得分，就是三个人连线，吴磊、巴尔加斯加平科。其实这就能看出来深圳这边就是因为有想法，他回的没那么坚定，对，没有那么多人说这铁桶阵就 不存在了、大巴没有了。蒋志鹏左脚果然转向球门，计划一边追回一个，没有任何问题，这个球姜志鹏直接罚进去了。看看中路有没有碰到进攻队员，这个球像夹着讲的是战术非常明确啊，全往前门柱扎堆，然后姜志鹏左脚往门里炫。严俊林啊，本身他是个比较瘦的守门员，嗯，陈子贵内切脚下技术很好，打回来，打姜志鹏左脚的射门漂亮，哇，差点世界波。严俊林这下立功了，姜志鹏险些没开二度。卡索拉左右脚的罗伯特卡洛斯啊，行了，看看左脚炫起来，中路这个点也不错。现在其实真的就是打传中球，两边的传中球。姜志鹏左脚再传，好机会，阿金鹏投球，2-2，84分钟，姜志鹏一传一射，阿金鹏头球建功，海港被扳平了。哇，这个球传中落点美妙，阿金鹏门前2米把球顶进大门，严俊凌没有任何办法。这球其实进球之前的30秒钟，深圳队一直在找两侧的传中球，找杨博宇没有成功，亚历山德里尼和保利尼奥拼2点，保利尼奥拿下来，海港的反击，4-2，保利尼奥看人，
奥里尼奥在观察右边奥斯卡朱鲁乌雷，乌雷单刀球面对门将大门，3-2，哇，一场精彩的比赛，中超开赛以来最精彩的一场球，在上汽浦东足球场打响，上海海港领先2个被追平，又打进第3球。深圳队这场比赛想拿3分，他们付出的代价，防守端只剩下2个人，海港4-2打成，吴磊单刀建功，大力打了，直接给扔回去。主裁判多一秒的时间都没再给，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。在这场比赛里边呢，上海海港在主场3-2有惊无险，非常刺激的，可以说是绝杀了深圳队。